跟你会受伤，因为我们身上少了负磁能。所以为什么我开辟这个时候，我这块土地我养地养了五年，我都不耕种，哦不耕种，然后草让它长，长得很高很高，除掉，再撒一些花种，哦，那个什么菜，啊、哦，让它长到这么高，又再砍掉，长到这么高，又土一直翻，哦，我在那里养了五年，以前荒废或是有钱种稻子，它、啊、都会有加农药，所以我这里一直割草，一直割。一直割，让它小草长出来，大草挖掉，让它变肥料。哦，那这个是一个负磁能。啊，负磁能它本身，你在山里不自觉的，你身体的杀病菌的能力怎样，会慢慢提高。哦，好。那、啊、是联合国的那个部分再讲一下，刚刚没录到。2002年，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正式向全世界宣告。21世纪是人类破坏的世纪，因为3C产业会越来越兴盛，因此他希望全世界每个国家重视磁波，尤其要重视负磁波，用尽量要种树，尽量踏青，尽量怎么样拿个负磁的那个棒或是器材，就是磁铁的，在身上怎样贴，或是打电脑或是椅子贴个磁铁，负的朝身体。哦，你这样你就不用疲倦。比如讲，土地银行，哦，我们在苗栗做个测试，我进到一家银行里面，全部人召集起来，我说你就是乡里，他说你怎么知道？啊，要死要死，啊，面都乌的，啊，很疲劳的，啊，迄个就乡，他就乡里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不想，我到别家银行去看看。我说他就是乡里，哎，你怎么知道？啊、因为没戏没戏呀，因为他的前面有五台电脑，后面啊两台电脑，一般的报告经理都是一台电脑，只有他怎样七台电脑，所以他的辐射线怎样振磁波太高，所以联合国知道这种信息，一直要求全世界每个国家怎样重视负磁能，但是。请问，2002年，我们政府到今天已经13年，有没有告诉我们这个资讯？没有，没有。他说没关系，你要提出来。他说没关系，因为没有关系。但是没有关系，为什么总统府自己的办公室利用好几百万、上千万的去做什么防辐射的？为什么你害怕？是不是嘴边讲的跟做的怎么样？不一样，是哪一个总统的时候做的啊？我不知道啊，所以说你要去了解说，今天我们你要去了解一个问题，今天当政府不告诉我们怎么办？当全世界就有新的资讯告诉我们怎么办？因为联合国国际人权宣言第25条写得很清楚，每一个人有知道健康资讯的自由，任何政府。不应该阻碍，否则视为违宪。国际人权宣言写得很清楚，但是台湾政府长久以来一直在违反这条法律，啊、哦，一直在违反，所以我觉得很可惜，台湾这块土地人民没有资讯知道的自由，这是一个最恐怖的，啊、哦、啊！我希望今天有网路，老师的学生一个师傅把老师的信息铺出去了，这几个月。超过700-800万人次在看，哦，越来越多人在看，现在有国外人也跑过来了。上个礼拜还有人，有大陆两个中医博士怎样，特地由大陆怎样，跑台湾来找我，说我叫我跟他如何跟他合作，哦，到大陆去训练他们像这种种子。我说好，可以，我很乐意啊。所以我们希望说，它是一个全民动运动，也是华人应该要怎样，不要华人一直被人家说。东亚病夫，或是什么叫是世界病夫？哇、哦，这个伟都拍片来哈，这是太沉重了哈、哦。我们下一代假使这样下去的话，尤其像现在，40分多就一个癌症，未来是2个人就一个癌症，我不敢想象啊、哦。好。
现在把这个棍子拿起来，为什么要用拿这个棍子？因为我前面怎样，我可以做得到，后面我做不到，因为后面两条膀胱经。我会照到这位女士，你介不介意？啊，看这边，因为我有小指头一条到后面两条，两条到身边一条，到前面到这个地方，所以两侧，所以这边有两条，这边有两条。那这个两条膀胱经有什么作用？这两条绝对要捏起来。这样捏起来会痛，捏不起来，通通是怎样有问题。我这边捏不起来，你把它对正到前面这边是肺部。假使我是这个地方，这边捏不起来是心脏。只要捏不起来，代表它的里面的腑脏位置的毒素怎样排除不掉，所以它是帮助你这边。是整个脑袋到下面，五脏六腑毒素全部靠这一条在代谢的。请问它重要不重要？重要，非常重要。有没有人教我们？没有，那怎么办？但是我后面抓不到，用这个棍子这样去搓，这样去搓，这样去搓，哦，你都可以搓得到。我本来是用藤条，藤的比较好。我以前是先跟印尼买的，结果现在呢买不到了。为什么买不到呢？他现在管制。以前最早的人哈，啊，都有跟老师拿的哈。那时候我一次买1000支进口的，198块，他给他们是200块钱啊。哦，我没有赚钱，他现在买不到。现在，今年有问，2-3年前有问，稍微要300块，啊，今年又问，又涨了，啊，一支要400几块，所以我没有，所以我就用怎样，用这个可以代替哈，也是一样，哦，这个比较便宜，哦，这个比较便宜，这个我叫那个水电厂帮我做，一支他给我拿。第一次跟我拿是拿150块，第二次叫他们帮我做，我做100块钱，他说好了，我不赚你钱了，但是给师傅赚个零用钱了，40块了。啊，我们上次我们自己来这边做，我这样做起来一直差不多五六十块钱而已，六十块钱，啊，所以上一期他们就，钓了30-40只，我就去那边买水管来。利用礼拜就是今天礼拜五、礼拜六，我们就把它切一切，啊，没人，一下子就好了，好快就好了。好，后面尽量去搓，啊，好，现在一个地方你搓不到，什么地方搓不到？我们抓也抓不到，那个地方是几乎所有女生。最大的痛点在哪里？手臂的外侧这个地方，这一节，我用这一手去捏，好像嫌我的手太短，使不上力来。啊，这一块几乎所有女生这块都硬硬的，这块堵住你的小肠经，你的三焦经都堵住了。那怎么办？我利用这一支，这样，你看哈，我后面是手这样，我手尽量的，手臂拉伸直，往前面压。有没有压到这一块？有没有压到了？所以你手臂怎样？手臂伸直，这样伸直，然后往前面压，往前面压。你就压到你的小手臂了，哦，大手臂后面，哦，那一块压到酸酸痛，酸酸痛痛的都不对，一定要把它压到怎样？不痛，不酸，不痛，
因为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压？是因为我要利用我身体里面的钙离子去把它中和。记得，身体的钙离子才是我们的真正的怎样宝贝哈。尽量要让你身体的钙离子释放出来，利用钙离子去中和身体的乳酸、有机酸、脂肪酸、二氧化碳，把它中和掉，然后接着一定要怎样喝什么水？水哈、哦，什么水？白开水哈、哦，因为白的、透明的是代表空，空代表了包容，它可以包容我们所有一切，把一些毒素怎样由身体把它带掉啊！不要喝那个珍珠奶茶哈、哦，哦，喝其他加料饮料哈，还没有用哦。我们尽量喝白开水，因为白开水又好又便宜又实在哦，又好用哦，把身体的毒素怎样代谢掉。所以外面坊间很多很多的生化科技公司都生产一些什么排毒餐。我会告诉你，再好的排毒餐，都不如你用你的双手、用你的棍子在身上捏捏揉揉、搓搓揉揉，喝个开水排掉了，都不如。像你边几年哈，雄厚，对不对？对。是边几年雄厚？对。哦，又实际，又没有副作用，哦。但是唯一的前提，要怎样？勤劳，哦，要勤劳，哦，一定要勤劳，哦。好，棍子放旁边，我们要开始做身体的动作。手脚抖一抖，用你的指腹由头用力弹起来。不对，不是这样，是用指腹抓起来，抓起来，啊哦、用指腹、啊，看哪一点会痛，那一点就是堵住。啊，谢谢。他的堵住了，他的整个他抓来，弹起来。对，哦，这个是标准动作，你看看，你看，哦，你是很响亮，很响亮哈。哦，标准动作哈、哦，哪一点有痛？这样，就这样，他抓那手要紧，太小力了，没有用了。手用力一点，会痛就是不对。我有头发，你再来拿。手张开一点，像明明。太小力了啦。